你早，早上的9:54，那么要往上山路呢，是万要为下山人。今天呢，这是完全比喻说经验的重要。今天记者在早上的大便，但是也有专业人员处理呀。如果说是新的人员，最少处理这个大便叫土石流，最少要30分钟。如果说今天是找有经验的老师啊，就是造福员，那大概3分钟5分钟就处理掉了。这是有经验没经验差别，意思一样啊。今天我们要签牌，要找有经验的人帮你做那个签牌的动作。我上过山，我也下过山，我做了30年。我是《民众日报》《太平洋日报》《六环球日报》的六合彩广告部主任，各位通通都知道了啊。那你跟着我就没有错啊。一个月算一次，我们这个月已经前面中2次，3月1号、3月2号啊，现在还不必凹，各位不必凹啊。